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是吗？对啊，就那条路上来上来，现在好，现在呢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。为什么说是歇脚呢？除了这个景点人特别特别多之外，我穿着这个和服简直就是寸步难行，因为它就是把你扎得很紧，然后脚呢都只能迈开一小步一小步这样走，而且它前面这里扎了很多东西，我感觉它帮我扎了有十成以上，就是前后夹击，因为他腰这个地方束得特别紧，所以呢他真的是有一种升级版背背夹的感觉，你根本没有办法驼背，你的腰就是直挺直挺的，但是其实这样子会让你整个仪态看起来很好很挺拔的样子，但是就是腰累了完全不能弯下，你看我现在就是只能这样，最多只能这样，但还是很直。我现在整个肚子都是汗，闷在里面，都是汗。这个地方，好，来吧。转吧。